下一届预算就管。这车您看到在修理后，所有开的钱吼，拢无没有办法回收的。我想足久，我咧想讲，安尼钱开落，哪有啥物好处？真正无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，这是什么？爱车大奶罩，你要卖多少？小师又来了，三哥一次讲完，随便你要放哪一个，好不好？现在带大家来估一下这一台2005年的 X Trail 哦。那这怎么估？哎，外表看起来哦，老帅啊老帅嘞！你看它的这个保险杆啊，有啦，这个大灯稍微有点雾化。哎，电器新的嘞，有点嘞，有没有？新的。哦呦，这不错哦，就这边有小小伤，有没有？不过哎，老车这一点小伤其实算蛮少的呢。然后这个是小改款的尾灯哦 ，S Trail 它06年有一个小改款，所以它也有可能是自己换的。因为我记得小改款之后应该是黑内装，可是它是米内装的。哦，你看螺丝都没有拆卸，有没有？哎，这个老帅啊老帅呢，哈，对不对？美魔女哎，我跟你讲，每年过年特别节目都要看什么？陈美凤。陈美凤有没有？有吗？有，一定有的啦，名士那种一定有的，我相信一定有。我是没有看啦，好，这边有点擦伤，合理，对不对？哎，外观整体看起来不错呢。哎，我看后避震有换吗？哎，也是新的呢。哎，它四次都换了呢。哎，这样马上省2万，加2万买好不好？好，看一下内装，走。哦，哎，椅子不错呢。对，看跑几公里。跑19万公里呢，再看一下它的后座，哎，后座也不错呢，你看，不错，天窗多大片，你看有多大片的，有没有？好，我看一下引擎室哈，这比较新，这比较旧，对啊，五小米，你有没有怀疑就是那边撞过？旧的撞过才会换新啊，对啊，哦，你看这引擎盖那么漂亮，你看贴纸，贴纸，那螺丝有转过，看一下，你看啊，漂亮，边边都没有转动的痕迹，然后指甲。再按压一下，哎，硬的呢，有没有？嗯，硬的按不下去了，直接按断了都按不进去。所以这样掀开，我们是可以判定，哎，不对啊，我们刚刚是怀疑这边有撞过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你看叶子板螺丝都生锈了，没有生锈，它有可能小擦伤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引擎盖没动啊，你如果撞得很严重，砰，引擎盖应该也会转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旁边是不是就是擦伤而已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看一下原厂焊点都在，很漂亮啊。然后再看那边。你看这原厂焊点都在啊，1、2、3、4，有没有？哦，你看这边螺丝也都有转呢，1、2，所以是小擦伤吗？对，这车应该还不错吧？你应该没撞，应该里面就 OK 了吧？好吧，反正这种车回来是卖10几万而已，十几万便宜，你看都没漏油，你看干巴巴的，哇，真的，变速箱这边也都干巴巴的，对不对？这一看就是有在顾个车啊，还不错吧？所以呢？所以你要買，我们就花了开头的前10分钟，为了塞这个烂烂梗。来看这边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是这样，这台车的难度非常的高。其实这台车我们早就买回来，这台车买回来已经快2年。好，那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怎么做这台车。你知道我花了差不多10万块钱，但是这台车等级真的很高。这台车如果开出去一般的，我可以跟你保证，绝对一半以上的车行看不出来。真的哦，看不出来。要不要去给人家试试看啊？我本来想的，可是我真的不要打击别人的士气。哦，这车开到外面估，我告诉你，时间有5间以上，我保守一点，一定看不出来，以为换2个叶子板而已。因为引擎盖一掀开这么漂亮，其实那么老的车旁边擦伤 OK 吧？这个待会可以给大家看看它之前修复之前的样子。好，那一开始我们 set 的梗也是错的，其实真的撞的是这一边。哦，我们刚刚看大灯那边比较新，其实我跟你讲，这一边就是嘛，找到了拍柜，找到比较烂的沙漏瓶，就换一个颜色比较旧。事实上，原本的应该是这么新。哦，原本的是这样子，沙到烂片。好，所以这个灯比较雾。不过我们可以再抛光一下，对啊，再抛光一下更有震撼力。当时不知道哪一根筋不对，花了差不多10万块钱，只为了一台2005年的 S Trail 把它还原。好，那为什么要还原？当然，这个是比较旧的车，比较无所谓。好，如果今天你去外面看的是一台年份比较新的二手车，是不是也有可能发生这样的状况？我不是说车行要骗你，好，也许在外面这边，在那边装自售卖的人都没有骗，因为可能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车可能之前是什么样的状况。我又说了，这个等级不够高，看不出来。嗯，这是真的。我不确定可以拍出多少，那我们尽量跟大家讲一下。好，你看，其实刚掀开的时候，其实这边都有补土的痕迹的。你有没有看这边有一些？
很微小的皱皱的情况。有，这边其实都不自然。嗯，其实这边有两种颜色。对啊。可是真的，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其实等级很高。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等级很高？我特地请修理厂认真的洗牙给过。还有这边电瓶座前面这个看下去，都看得到一些补土跟喷漆的痕迹。好，然后再来一个，就是你看，其实这里面有生锈，这边有烧焊，所以这个水箱架从这边两边都切掉，嗯，这边切掉，那边也从相对位置也切掉，所以你看水箱架是很漂亮，焊点也在，原厂贴纸也在，对，好，中间的焊点全部都在，对，因为它从这边截断，还有那边截断，这边也截断，对，然后整只拿沙漏柄来换上来。那这一台比较特殊，第二个我觉得它比较困难的点就是，它是撞底盘，所以引擎盖完全都没有动，没有事，很漂亮。这引擎盖螺丝四个螺丝，大家你认真拍，真的很漂亮，看起来掀起来就是像没有动过哦。所以这个整体你这样拍下去啊，你根本灰煞煞。所以避震器为什么换新的？因为避震器断掉，断掉了，它连轮胎都破掉了。好，那时候我记得那台车撞到这边来，半个头不见了。跟那个我记得是 BDM 的七头还是五头做这个那个叫什么 Euro NCAP 呀，棒，面对面撞击测试，撞击测试啊，里面不是用假人，用真人，真人像真人，啊，可以跟大家讲人没有怎样。这台车其实是我大概五六年前卖掉的，那发生这个状况，这个车它就本来要报废，我后来想说这个车整理起来做一个教材。啊，我那时候头脑不知道想什么，因为到现在来我有点后悔。是啊，这个修理好，那、啊、怎么办？卖掉、啊。要卖给谁？我记得当初好像这个门的开关，这个门好像也歪掉了，所以这个我们就看这个里面的这个螺丝。你看，连这个叶子板后侧的螺丝都是生锈，有没有？哎呦。然后这个门，它是拆这个方向 ，A 柱的下方有个铰链螺丝在这里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门也是换掉总成的啦。那它的引擎变速箱什么也都很健康，很多耗材也都更新哦，包含你看里面一些水管什么都更新。那这个车花了10万块做一个警示的教材，因为那时候想说，哎，这个好像感觉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对不对？嗯。就滑下去，然后一直忙到现在已经2年，所以给大家回顾一下，可能那个时候的泰山啊、科P啊，我小时候都比较瘦一点，还比较年轻的时候。啊，我最近在拍那个回顾里面，大家说，以前哇差好多，有没有？科比也比较瘦，哇，泰山哇以前更帅，他以前型男，啊，被小师弄成现在这样，没有，他来的时候就变这样，好不好？不是我，好，那就大家先看一下我们这个修复的影片 ，Go。我跟你讲，我来讲，因今麦来看到这拍的时阵，应该是吼，因先看车水水的，然后再回过头来看他现在的样子。啊，他在睡眠节，这个预算就管。这车您看到在修理后所有开的钱吼，都没有办法回收的。啊，我有啥秘密告诉你？因为我要做教材，活教材，活教生生血淋淋的例子。活教材，顾名思义就是爱挖嘞，也是在细，也是在细，是不怕抖哎。对哦，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前面的片段是活教材，再把它弄活之后，它才是教材。好、哦，带大家来看一下前这个状况。好、哦，来，科比在翻金底，我来讲。翻金底不是翻金顶的。啊，不是啊，我晓得。好晓得。伊这有一个好处啦，烟牛货，烟牛无掉，主结构没有伤到，只有伤到旁边这个框架就怕就嗨就嗨了。哦，这样捡回来。就是边啊，头前加些我减尾加少啊掉啊呢，主要是链。减尾，来显示一下，减尾就是这个水叶子板的这个叫减尾，这个是水箱架，水箱架其实蛮硬，变形了，变形了，所以水箱架应该是要处理啊。对啊，这个右转。哦啊，你看这传动轴拢已经三个架拢断，因为伊主要是牵着下骹的链，链已经往后退啊，轮胎都。哇，狙狙了，弄一个链我接到后边去，所以才会造成车哇接到哇，就是链往后退去弄的。哦，啊，这大顶那边讲，这大顶已经拍，冇拍。但是你看啊，已经折到这里来，对哇。所以这个门已经打开去，对哇，造成影，造成影。我机构不是美丽啦。啊，哥，你机懂只伊无？我手下啦，啊，手下啦，还是可以开啦。规矩的哇，已经造成去啊。可是关起来这里就有一个缝啊，啊，这里就有一个缝，这都有缝。刚性嘛，撞到它往上翘，有没有？我一个正方形撞到它就会变成菱形。有些大天窗的呢，有啊，但是还好一直是一卡哇接到，小花翘起来尔，但是嘛堵着，打不开了。你看，对，是堵着，被这个叶子板挡住了。一进来是，它这个当初是没有安全气囊，所以就没有安全气囊修复的问题。哦，打滑以后撞到护栏了。有没有？它轮子后轮开掉了，它打滑我飞轨要弄掉了，链子要接里面。这个应该还好。
这个就是轮胎内胎噪音。三个 gear 还 carry 吧？哎呀，三个 gear 换掉 ，cushion 换掉，这边结构应该都没怎样。啊，够黑了呀，好颠啊！有没有？侧踏板也凹进去了。反正你们已经看到修好的样子，反正预计应该是它这边虽然量我没有到，可是我们还是要去校准过。挡火墙也都要检查有没有歪掉，要检查。故意就让它右转，你绕过来这边看，你看它是硬整。外转，这 gam boy， 这个就是 gam boy， 好，再锁这个叶子板，这个就是 gam boy， 它已经这样跑出来了，这个都要校正。哎、欸，我来讲，我常常在跟你们讲哦，换引擎挂，哇，我高啊，螺丝有跳，这一台搞不好修理好，引擎盖不用，螺丝不会转动。哎、欸，你卖用跨小时的影片，哇，哎、欸、可以哦，我高啊，我贴纸，哦，有胶有贴纸，哎、欸，螺丝四颗都没转，耶，不弄不要，快开，哦，买了，叫是弄个，哎、欸，叫我是弄个家。然后进阶，多还初级班看家嘛，他、啊、进阶班哦，小师说要看两个螺丝哦，两个螺丝都没有拆哇，哦后哦，好、哦、对嘛后尾后背，也是有这种撞到这个侧边的，好啦啊这个车子哦修理好我看也不应该嘛不找别啊啦，但是哦我是希望说可以成为一个活教材，盖因公哎安装化工这台车之前是什么样，修完又是怎么样，可是我跟你们保证，这台车修完之后您一点拢怎样一。之前是这个样子，这是高预算，这安尼修理起来吼、哦，没有十几万是处理不好。我想就久，我咧想讲，安尼钱开落去，那有啥物好处？真正无，真正无啊！你讲啥？你若卖，这多卖出来，可能袂歹啦。啊，卖出来大家拢知啊。对啊，啊都。哦，修理好水水，卖人讲，讲哎呀，你看我小四妹在车偌水咧。用钱莫甲是讲，哎、欸，用钱莫讲啊，歹势，我甲你讲吼，真吼就是稍微，啊，我知啊，小可啊，无咱上一集足水的，大家讲哦，紧冲来买啊，结果过了下一集，我哇，我来退订啊，哎呀，哦，会使哦，等伊买了，咱才播出，唔知叫亏钱无，够多啦，唔知叫亏钱无，袂使咧哦，袂使，我们这个就是要跟大家讲，其实哦，有时候我们虽然常常咧架空哦，看啥看啥，但是其实二手车还是远比你想象的穷。有时候连我们不小心没注意，我们也还是会中枪，真这是真的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这影片一定要大力分享，这个真的制作费很高，工时也花很久。
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个小师喷钱的影片有没有觉得疗愈啦？其实我当初是想说，因为我一直在想做这个二手车的技能资讯，我本来想要开课，哦，就是说看对二手车有兴趣的来，对不对？看报名费哈，好，一个礼拜供三餐，各位好，一个礼拜这个上两堂课还是一堂课？好，然后上个三个月，然后这个月费99999，花99999。让你圆梦，进入梦寐以求的行业，二手车，对不对？你以后有这个专业技能，不管你要出去买车还是你要开车行都没有关系，只要99999，哪一个梦想再送你发财金发财水哦，还有这个行运玉手，好，然后再搭配我们这个正霄楠木做成的这个能量手环，好，只要99999，这个报名要快，额满为止。那请问什么时候要开课呢？还不知道，等我缺钱的时候再收，我再怎么办？我只能留下来当大迪老师了。没有，我当初是知道这个车主还有回来跟我们讨论这件事情。嗯，妈，如果车主发生什么事，我也不敢买啊。你敢买啊？我不敢。对啊，所以很多人就说，哎，顺便在这边再做一个事情。很多人说，哇，很多车会不会是有人在里面挂掉的车啊？对不对？事故车挂掉。我跟你讲，其实车行比你更怕。我如果知道里面真的发生什么事，我也不敢买。哎，我为了买一台车啦，你说可以赚10万还20万算了，我不知道衰几年，你知道吗？我有同行以前买那个救护车啊，嗯 ，T4 那种有没有？买回来想说削一笔啊。我跟你讲，从他那个救护车买回来整理好之后啊，半年没有开始，没有卖半台车。真的哦？啊，车有卖掉？干啊，不倒掉就不错了，还想要车卖掉？不是啊，赶快处理掉。对，赶快想办法处理掉啊！真的啦，我讲真的。宁可信其有，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晓得吗？有啊有啊。所以这个车，我想哦，很多人怕买到事故车，其实我讲真的，车行真的其实比你还怕，除非有一种人他会做这种车买卖，就是上街没有鬼的阿弟，你知道？哦，连鬼都怕嘛，他自己本身就鬼啊，来啊不来啊，看谁怕谁，看谁比较厉害，对，看谁比较厉害啊，妈的！啊，穷比鬼更可怕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好不好？啊，对啊，啊也支持一下我们影片，啊记得帮我们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啊去支持我们做更多这个翻新的影片。虽然这个翻新真的比那个146那个都没有产值，坦白说，那146影片出来大家看得很漂亮，还是很多人愿意买，真的那个钱花得值得。可是这个车它的严重程度，我真的修到这样，只能变成一个影片给大家，纪录片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哎，我要占一个车位。哦，还不算跟他买回来钱，我跟他买回来也要钱呢。对啊，我还是要照报废的价格跟他买，所以这个不开课练财一波可能是没办法回本，99999啊，加能量手环啊，哦，发财水啊，发财玉手啊，好不好？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我姐那刚刚可不可以运动赛事分析啊？老梗的好不好？你那个枪，哎，现在他有很新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小朋友在那边翻，然后翻到爸爸的私房钱，嗯，然后哇，爸爸总共都1000块私房钱，然后妈妈又进来，因为我有加入运动赛事分析，你知道？看现在广告推陈出新哦，超屌的。